位同学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是33年前的面貌，以现在的面貌我们来相比，让各位同学有怀念的感觉。我们请看现在的面貌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所看到的、所回忆的是当年6年中班所留下一个美好的照片，请各位同学我们来回忆吧。我们第一次的同学会有一个很好的开始，让我们能共同参与与回忆。各位同学，我们现在的好戏才要上场，等一下我们要看各位同学的男主角、女主角的精彩演出。现在所看到的老师，也就是我们的大家长，啊，是廖老师桂梅，啊，廖老师和桂梅老师，哈哈，精彩了哈，啊，请问老师，你对这一次的同学会有什么看法？我非常高兴，因为我们毕业已经30几年，大家能够呢，啊，团聚在一起。33年。哦，对。能够今天。我们毕业第几届？22届。哦，老师的是老师。